啊，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一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持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如此三事，乃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我等谨守修行。好，大家放着啊。今天又是我们每个月的共修的这个时间啊。那么今天上午啊，有两位同学有三位同学啊，他们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个忏悔分享。那么我先呢跟大家来学习无量寿经啊，因为我们学佛呀要依经典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啊，32品到37品啊。那我们今天上午呢要来学习第34品我们学一段经文以后啊，我们再来呢，再来听他们给我们分享啊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学一段。那个经文呢，不是说我要整部经都听明白啊。如果大家说我是初学的，没读过经，没听过，可能你听不懂原文啊。那么经的原文呢，我们可能是没涉猎这一块啊，没深入，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要是把经典里面的一句话啊，或者一个字我们听明白了啊，一句或者一个字听明白了，那么我们对佛法就可能就是通了。有很多人这一生他都放不下这个经典啊，你让他放下他也放不下，为什么？他要拿经典对照自己啊，他知道这是宝了。有的人你劝他学他也不学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气路啊，他不知道这个经典讲的是什么，他没有兴趣学经典。如果要不依经典呢来修行啊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顺利的成就呢？难。那得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就呢？那是前世也是对经典已经熟悉了的人啊，他能成就，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，学佛要依佛所说的戒定慧三学啊，来度自己的贪嗔痴的三毒，使我们从迷邪染回归觉正境。如果我们真的发心依戒定慧三学而修行的，你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。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，就是不老实，听懂没有啊？就是不老实，
总想外快。大家皈依学佛了，就是皈依三宝了，佛法僧三宝，然后选择一条自己能行得通的路，这就是修行的路径，就是方法法门，选择一个适合的修行的法门啊，就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就不会绕弯了，也不会学偏了。可是现在的人呢，没有主见，你自己没有主见呢，主宰不了自己呀，那你就听经啊，经是佛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是觉悟圆满的人，我们是不觉悟的人，他是人，一定要听懂了，他不是神仙啊。就好比说我们要去北京啊，人家已经去过北京了，到北京了，然后回来告诉你，你要去北京，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。那经典就好比佛说的啊，那经典就好比是那个地图线路图一样，去过的人把线路画出来了，告诉你，你按照这个线路图啊去行，你就能到北京，到终点。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已经圆满觉悟了，他所说的经典就好比那个地图一样，线路图一样，你看线路图你就看佛了，那是佛说的。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看佛，不看佛说的经典，很麻烦，学来学去都着相去了，着相不着心。这个法会是干什么的，一定要知道，大家来共同学习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从迷惑颠倒回归觉悟的方法，一定要知道从迷回归觉的方法。迷了有苦，有轮回，有苦，觉了，觉悟了，没有苦，没有生死轮回，没有烦恼。说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是什么世界呀？就是极乐世界。在哪里了呢？没有痛苦没有烦恼，就是这话能不能听懂呢？这话听不懂，每天想着极乐世界，往西面看呐，求人呐，我要往生啊，你给我送走吧，就这样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，本来就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，那本来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净土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那学佛干什么？恢复本来面目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跟本来不相应了呢？迷了，作用迷了，生善生恶了，生贪嗔痴了，不相应了。所以这个佛法教我们把不相应的看破放下，相应的保持不变，这就是一门深入，老实念佛，保持不变，不变就是我们多变，你变来变去的，那就是绕弯啊，绕了很大的弯子，还得念佛回到本位上来，回归本性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跟大家学习啊，我是在家的同学，跟同学们是一样的。那我在家的同学为什么要跟大家学习呢？哎，就是我看咱们同学呀，学佛虽然是学佛，但是颠三倒四的，还是颠三倒四的，没倒过来。为什么没倒过来呢？不听佛的话，
你皈依学佛了，那佛陀是我们的根本老师，你要听佛的话。我们为什么没倒过来呢？就是听人家忽悠，听懂没有啊？东北讲话呢吗？大忽悠，一忽悠你呢，你就变调了，就跟人跑了，那不就是找相动心了吗？用戒定慧三学时时来对治你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就不用跑，哪也不用去，要时时刻刻在修行当中。你到这儿他到那儿去干什么？就掺呢、啊、把你的迷惑让人家帮助你解开，这要去出去参学，否则的话不用跑。就好比说那个腿瘸，瘸腿的人啊，他拿着拐棍呢，他拄着拐棍呢，他还到外面去找拐棍吗？你拄着拐杖呢还找拐杖，那不是有病吗你？咱们都闻到佛法了，就好比有拐杖了还找拐杖，你不是麻烦吗？你是不是你找十个拐杖有用吗？你只能拄一个拐杖，你给你十个拐杖，你一步都走不了了，那拐杖就没有用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不就是吗？学佛了，就依佛法，依佛说的法来修正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弘扬儒家教育啊，道家教育啊，这些通通都是方便，用儒跟道接引大众，然后来成佛。也不能住在道上，也不能住在炉上面，应该哪呢？心无所住，学佛就心无所住了。要么让你执着炉，你执着道，你不能成佛，都是麻烦，不究竟啊。那些是善巧方便，一定要依佛说的去做。再则这个佛事我们要知道，我每天接触的人很多，有同学说能不能给我家里人单独做一场佛事啊，我说我们这里不能做，他多少钱都行，多少钱也不要，也不能给你做。为什么呀？佛法是普度的法门，普度众生的法门，不是你有钱就给你单独做，不看钱的啊，看你的孝心，看你要发那个菩提心，要觉悟的心。昨天同学问我说能不能给单独做一场法会，多少钱都行，不要你的钱，也不给你做。我们大家一起做多好啊，可以给你单独自己做，你有钱你去别的地方做，我们不要钱。为什么你们不要钱呢？你们傻呀，我们傻，我们愿意做傻子。你看那老和尚老修行哪个不傻子，难得糊涂啊，那是傻子吗？装傻子。我们学佛人要记住佛说的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，学佛人第一条就是财。那你不用钱了，用钱，钱用钱为大众，不为我自己。如果我天天搞钱的话，我就回到世间去做生意了，打工挣钱了，我不会在寺院里面搞钱，各位要知道。那都是修行人，为什么还要搞这些名闻利养的东西呢？给大家看了以后，这学佛就这样呗，有钱的上前边，没钱的靠边，那叫普渡法门啊。就我们这些在家同学把佛教就给搞颠倒了，你来了以后给我单独做一个，我妈刚走，你就自己做呗，搁家里面。
七七四十九日之内诵地藏经啊，诵金刚经无量寿经念呗，放生印经陪福呗，做呗。你上寺院里面花钱的把道场就搞乱七八糟的，道场是搞钱的地方啊。三宝形象就被我们给搞坏了，所以你们以后来这里面不要说给我单独做一个吧，找我，我不接待你，添麻烦。我们这里写牌位也是免费的，功德主都是大家，大家都是功德主，因为大家念佛是功德吗？这功德主收不收费呀？我们是免费的功德主。啊，他说你怎么不设功德主呢？你想一想，哪个是真正功德的还设功德主？那傲慢心贪心可大了，在前面一跪好像自己了不起了，那是功德主啊，那缺德主那是。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那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你俩钱吗？你俩钱怎么不平等大家呢？普度大家呢？真的，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不知道想什么。要弘扬佛法就按照佛说的去做，你还不按照佛说的去做还弘扬佛法，那你不是来灭佛的吗？佛教就让我们给毁了，越来越变调了，变得已经没有味道了，没有那个法味了，就是钱味了。要么就是斗争对立。在道场里面呢，一定要搞教学啊，跟我们老师倡导的要相应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来道场里面不要搞其他的。我们做的事儿要跟佛法相应，佛在哪部经里讲的啊？叫我们这么做的，讲的你就可以做，没讲的你不能做。为什么误导人呢？我们说我们不度众生也可以，我们不能害人啊，把人家给误导了。说我们学佛啊，要听老师的话，老和尚教我们要和谐。各位一定要记住啊，老法师教我们要和谐呀，身心社会家庭都要和谐。那就是说你要爱自己爱家庭啊，爱社会大众爱国家爱一切众生，这个爱就是挚爱，是大爱啊。你要有这个大爱，你还要人钱吗？还骗人吗？所以不要，哎，把经典放后面去了，还整天说自己是学佛的，就我们这学佛的不坑佛吗？不要守规矩，到哪都要守规矩。是学佛的，在哪都要守规矩，不是在家里面就不守规矩的。在寺院里面装像啊，不行，到哪里都要守规矩，持戒。好，我们来学一段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第34品，心得开明品啊。这一品呢，是弥勒菩萨代表我们接受世尊的开示，也是他提出的听经心得。经上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状况，如果不是佛为我们说破呀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迷惑颠倒啊，很难觉察这些事实真相。弥勒菩萨听了心开意解啊，这个明啊就是明白明了啊。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能不能够像弥勒菩萨一样啊，真明了啊。
真明了了，就能真正的改过自新，自新依教奉行。这是第一段呢，是佛教我们离苦的方法，要能体会佛陀慈悲教诲的深意。你看弥勒菩萨听佛开示，他明了了，那我们也每天听经啊，就是听佛给我们开示，教我们怎么做，把事实真相啊，因果事理给我们说明白了，人家听了以后就明了了，我们听了以后有没有明了啊？就这句话是最重要的，愿得智慧真明了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我们智慧没开，那听佛讲的，佛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，开智慧就明了了。那怎么开智慧？听明白了吗？说为什么说你要用心听？学佛讲的，你别先做事儿，先听明白了再做事儿，那事儿做圆满了；不明白做事儿，把这事儿就砸了吗？有的时候我看学佛的同学比世间人还笨，包括我在内，可笨了，笨拙。不学佛还什么事都会做，学完佛以后不会做了，甚至懒汉不做了，堕落了，大有人在呀，你知道吗？表现出来很笨，让人家一看就瞧不起你学佛的笨，没学佛没上当受骗，学佛上当受骗，可好骗了。本来是开智慧了，这可能好，谁都能把你带走，你信不？你说是不是？没开智慧，愚痴啊！咱不学佛也不能逮谁跟谁走啊，这学佛以后，哎，有一次那个鞍山有个同学啊，他来参加法会，参加法会呢，散会以后回家就认识一个人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小男孩，你说认识人就认识人呗，你说不学佛能把一个生人带家里面吗？能不能？你要不学佛能把一个生人不认识人带家里面去啊？你不想活了你啊？这学佛了学愚了啊！有个小子也是鞍山的，他们在车上怎么认识了？给人带家去了，把那小男孩带家去了。带家以后他上卫生间干什么去了？那男孩把他手机2000块钱给拿走了，然后回头给我打电话说，这个林长啊，我出事了。我说你出什么事了？我以为交通肇事了呢。他说不是啊，他说我那个有小男孩跟我回家了，然后我上卫生间出来，男孩没了，把钱手机给我拿走了。我说男孩哪来的呀？坐车认识的。我说你这学佛学真好，没有分别，那就给他呗，没有分别了吗？大家说是不是开智慧了？我说你开悟了，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都是我儿女，都是我姊妹的。那你打电话，你还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你个傻子！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那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，选择了这个法门，净土涅槃法门，这个来拽你这么学，明天拽你那么学，今天信神，明天信仙，后天信鬼，再又信人。你不也就跟那个女同学把那男孩带家里一样啊，把你心都给你倒空了吗？把你清净给你倒装上染，装上烦恼了吗？装多了不就烦恼了吗？咱们不就那么干的吗？咱们天天听经听明白了吗？没听懂，没听懂就会生烦恼。烦恼哪来的？你自己找的吗？你见着人就跟人搭话，然后看一好就领人回家，
这不是你自己找烦恼的吗？你要见那男孩，你要不跟他搭话，人能跟你要跟你回家呀？还行呢，你是老太太，要是小年轻人小姑娘的话，还应出大事呢。这不都是你自己找的吗？说哪有犯罪分子啊，就是你自己，你就是犯罪分子，你违背了国家法律了，那你就是犯罪分子吗？你违背佛的教法了，你也是犯罪分子，犯了因果罪，你得轮回去啊。说弥勒菩萨表法的人家听明白了，明了了啊。弥勒白言，佛语教戒甚深甚善，结盟慈恩，解脱忧苦，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，今得直佛，复闻无量寿生，弥布欢喜，心得开明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啊，从弥勒菩萨这一段感受里，我们就很明白看出佛的教戒范围非常广大，三学就是戒学、定学、慧学，接受佛的教戒都可以包括在戒学之中。戒不是指狭义的五戒呀、八戒、十戒、菩萨戒、比丘戒，不局限于律仪戒，而是世尊所讲所有一切的教诲啊，都是教戒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一定要遵守，尤其后世的祖师们常常的勉励我们持戒念佛，警惕我们严持戒律啊。佛法就是戒定慧，戒是第一，那个戒就好比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一样，你不要因为说这个戒很难，你要是学明白了一点都不难。假如说我要去学开车，那我要知道那个交通规则，那交通法规就是戒。如果你不学交通法规，你要开车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有很多麻烦，闯红灯了，不该转弯的转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交通法规啊。那学佛也是一样的，你要不持戒的话，你心不能清净，没有戒不能生定，没有定不能发慧呀，你怎么能明了呢？戒律包括佛所有的教戒，我们都应当严格的遵守，既是守法之深意，持戒就是守法，这样学佛就明白了吗？守法就是持戒，这个范围就很大了，不限于这几条律仪戒。甚深甚善，这个深呢是指理说的，善指方法说的，理非常之深，方法很善巧，特别是念佛法门要想这一句佛号念得得力真实可靠，观经上讲啊，三种敬业是佛法真实的基础，无论修学哪一派啊，哪一法门都要从这个基础上建立，这样修学才能得力，才能够靠得住。这观经三佛呢，我们刚开始就跟大家一起念了，每次学习都念观经的三佛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知道学佛要有基础。如果你学佛没有基础啊，你能不能成就啊？你靠不住。说你要靠基础啊。
我们净土中的老和尚在行门方面提出五个科目，第一就是三福。三福细说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地藏经就是详细说三福的。如果哪位同修啊读地藏经没读明白的话那你就看观经的三福。那三福就是地藏经详细的说明，地藏经把三福就详细的说明了，福跟乐都说得很清楚这是真实的基础这是地基修行的基础。第二呢是六合，六合竟非常重要，由这个基础才谈得上三学六度，三福六合，然后是三学六度。第三就是三学，是大小乘共修的。第四是六度，是菩萨主修的。第五是十大愿王，是西方极乐世界诸菩萨共修的。我们要知道修学佛法它是有一个次第的。有的人说那就一句念佛，一句佛号啊，一句佛号是根本修，你要有助修啊，你没有助修的话，没有基础的话，你能守住根本吗？你守不住，所以你就会动摇。为什么说学佛的人多正信的少迷信的多呢？成就的少呢？就是在此地没有次第的盲修瞎练。我们要知道修三福六合这是基础，你没有福报，你想一想每天痛苦烦恼，你能静下来修行吗？你跟谁都不和，你想一想，就你自己最大，别人都是魔，就你自你跟谁都不能和，你能度众生吗？这团体都不和，大家能共修吗？修什么戒定慧呀？骗人。不但是团体要和，跟一切众生都要和，你才能清净的去持戒。持戒要知道戒掉我们的执着分别跟妄想。如果你有分别心说我修得好你是魔，我正你邪，我们说实话不是持戒，你不是持戒，你有分别心能是持戒吗？因为我道场正，就你们道场都不正，你也没持戒，你分别心呢？那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面他不正啊，观世音菩萨是现鬼王的身他不正啊，地藏王菩萨跟鬼跟那地狱里众生都能和，我们跟佛都不和，你和了吗？你父母不是佛吗？父母养你爱你你照顾你的不是佛吗？你跟他和了吗？没和。老师天天教你的慈悲你的教诲你的，你和了吗？没和。和了和了貌合心不合。说我们持没持戒呀？没有，因为你不和你怎么持戒呀？他以为自己修得挺好呢，你是个魔，跟谁都不和，你就不是个魔吗？这魔是什么呀？就是你，就是我这样就是魔，跟谁都不和，一天横挑鼻子竖挑眼睛的，并挑别人毛病，
心不平能持戒吗？心平何劳持戒？持戒就让你心平了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自己修得怎么样，问自己，一定要和合。不管哪一个法门的，只要是佛的学生就要和，不是佛的学生也要和，要和谐世界。我们学佛的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看。所以一个团体不和谈持戒是不可能的。就我们团体和了正，别人都邪，你也不是持戒，你也不是和合。像佛菩萨跟一切众生都和合，爱敬他的人也和，诽谤侮辱他的人也和。我们这个心呢，谁要诽谤说我坏话，诽谤我整死他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谁敢惹我就发脾气，这边还念阿弥陀佛，这边还发脾气，笑什么呀？是不是这么干的呀？你们怎么就看不着这事儿呢？我老能看到这样的人，那嗔恨心可重了。玩佛一天我可静静了，我那三万声佛号遇事呢发脾气，这是持戒不？这是蒙人。蒙谁？蒙自己啊！说把六合敬做到了才能够去持戒啊，持戒修定开智慧，这才能断烦恼。凡是与自己无关的事儿，少看少听也不要说啊。这个方法非常善，容易记啊，也容易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非礼勿看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说。老法师说，我们学佛都知道啊，印的那个图片三个猴子啊，大家看得过那个三个猴子吗？给我们中央人看的，非礼勿看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说。我们应该把那个呀放在我们家最醒目的地方就好了，你就持戒了。结盟慈恩，谢脱忧苦，这句所含的境界非常深广啊！不但以佛以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六道众生，声闻缘觉诸佛菩萨也都在这个法门的教导之内。也许诸位怀疑，菩萨可以包括怎么啊？可以包括诸佛呢？那么姜卫农居士啊的《金刚经》讲义所说的诸佛，是指原教初住菩萨至等觉菩萨，这41位法身大士啊都称作诸佛。何以故呢？原教初住就破一品无名，见一分真性了，即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也就是天台大师说的六即佛。这里的分正佛，六即佛里面的分正佛，他说诸佛呀是指这些啊。如果以天台教义而言呢，有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原教佛，除原教佛之外，其他诸佛见性皆不圆满，还是要接受释迦牟尼佛无量寿经的教导。所以结盟慈恩，谢脱忧苦，这个慈恩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一切众生的教法教诲。
所以它包括的范围非常的深广啊，广到尽虚空变法界，可见呢，念佛法门真的不可思议。有很多同学啊，都是初学的，今天呢第一次来，啊，然后我们又学这个无量寿经，大家可能就不太理解了，什么念佛呀，不懂。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啊，啊，能够去学习认识佛教，啊，就认识佛教，学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、十善业道经，这些基础的课程学完以后啊，我们再学这部无量寿经。这样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念佛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学这一堂课呀，你可能就了解的不透彻，然后你就会来一次，第二次不来了，也就不学了，也不念了，那么就机会错过了。我们今天来道场啊，要知道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大福德因缘的人来学佛，这叫接法缘。我们要这个让我们要让这个缘圆满，怎么办呢？就是要精进不懈的来修行啊。这个念佛法门呢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不可思也不可议。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当生成就的法门，就是今生就能成就，这就是我们有福啊。佛为法王，这是弥勒菩萨尊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尊超群圣，这个圣呢是指十地菩萨。通常我们讲三贤十圣，三贤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十地菩萨称为十圣，加上等觉就是十一地，称为大圣。佛是超过十地等觉菩萨，这是尊超群圣成佛。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佛的智慧呀，德能是究竟圆满的，六根的能力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，大至虚空法界，小至极微尘啊，没有一样呢他见不到啊，听不到的啊，没有他能力达不到的啊。说佛的六根呢，啊，他的能力也都能够啊，发大神通妙用啊，不像我们这眼睛啊就能看前面，看不到后面，耳朵呢就听得很近，听不了那么远，而佛呢，他六根呢能够尽虚空变法界，小至极微尘。没有一样他见不到的，我们呢就见在眼前啊，有限量的。在此还有更深一层意思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佛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智慧德能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个个都具有如此殊胜圆满的智慧德能。佛的这些德能啊现前啊都起作用。众生虽然有这些能力呀，但是不起作用了，因为有障碍了。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就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大家也见过这样的人。沈阳有一个小孩啊，他母亲上个法会带他来见我。啊，小女孩呢她没有学佛，她就能看到啊她家里面死去那些亲属，她姥姥什么可能是去世了，她能看见，
看见以后啊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就害怕呀，影响他上学，给他弄得老郁闷了。他母亲就到处找人问呢，怎么回事？那次来找我问怎么回事呢？说我女儿怎么能看见那些啊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？她很害怕呀。我跟她讲啊，你能看见是正常的，我们看不见是不正常的。能看见了就是你的心清净，看不见就是你的心有障碍，有贪嗔痴的障碍。他说那害怕呀，我说不要害怕，你所见到的一切它不会障碍你，像你看见人一样，它不障碍你，它没有缘，它不会伤害你，也不障碍你，他就是看到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了，所以影响孩子学习啊，他老苦闷了，他哪儿都有众生啊，他家房间里面啊，天上他都能看得见，所以他可害怕了。说佛呢也是这样的，佛是无所不知啊，十法界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，我们就是被障碍了啊。佛在经上常讲二障，烦恼障、所知障，有时又讲三障啊，三障比二障多啊，因为三障皆从烦恼障开出的，惑障就是迷惑，业障就是造业，报障就是受果报，起惑造业受报，都叫惑业报啊，都属于烦恼障。我们常念回向偈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所以二障比三障范围广，三障不包含所知障，三障是烦恼障里面的或业报啊，三障。假如把烦恼啊障碍消除了，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。二障之消除，要先断烦恼，再破所知，不能把顺序颠倒了啊！就像穿衣服一样啊，一定要先穿里面的，再穿外面的。脱衣服呢，一定先脱外面的，然后再脱里面的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断烦恼也是这样的，要有次第的，有次序的，啊，顺序不能颠倒了，还有顺序。因此，佛在四弘誓愿里教我们先断烦恼，后学法门，也是破二障而已了。二障从哪里来的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从妄想执着而来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想成佛，想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一定要记住的很简单的经文经句啊。佛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能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学佛要干什么？把妄想执着给它断掉，你就成佛，不用东跑西窜，南参北看，你找谁去也是破执着分别妄想。如果不能把执着妄想破掉的话，你找谁都没用，那就浪费时间。所以大家要对号一下，我们是不是破执着分别妄想？是，那你就是正修呗。不是，不是就是迷信盲修瞎练，今天这么搞那么搞，都是搞钱搞名利搞这些，搞这些跟修行没关系啊。
这你看和佛教内部为什么不合呢？都搞形式上的东西啊，不断烦恼破执着，你想一想能成佛吗？啊，华严经上说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有妄想执着你就不能证得本来的面目，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你要清楚，要冷静啊。不是今天求这个发财，明天求当官去考大学，就不是干这事儿的。妄想就是所知障，执着就成烦恼障。啊，烦恼哪来的呢？妄想执着来的。二障就是这么来的。我们若能破除二障，自性的智慧、功德自然就现前了。功德本来就是功德，现在变成缺德跟福德了。因为作恶行善吗？行善就是福德啊，作恶就是缺德。本来自性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，那叫功德。所以说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是功德啊，行善是福德，他不必求，不必到外面求去。我刚才我还跟我们的小同学说，我前些日啊去尼泊尔了，尼泊尔啊去旅游上山上，我看到山上有一长了一些那个兰花草啊，兰花草长得非常好啊，它叫白花。我就生贪心了，听到没有吗？把兰花草挖下来了，带回国了，栽在那个花盆里面了，听到没？那天我上后山，我们的后山去花生园看牛看动物，我上后山一看，阿弥陀佛呀，我们家后山就有。我一早还跟他说呢，我们家后山就有这个跟他一样的兰花草，我还跑外国去爬着悬崖把它弄回来了。我就想到了，我自家本具的自性就是阿弥陀佛，我还到外面去找阿弥陀佛去，找佛去啊，现成的法戒定慧三学，我还到外面去找法去，跟我上外观去把兰花草拿回来，家里就有啊。我一想一想，我们学佛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自家就有，不知道，上外面看什么都好，是不是？外面看什么都好，自家就有啊。自家有的不要，上外面可辛苦了，拿回来了。拿回来以后呢，人家搁国外那个环境啊，那个温度能生长，到咱这块可蔫巴了，长得一点都不好。我看一点，我看那兰花草，我看奄奄一息，要死了。从外边的不一定适合你，本有的就适合你。你说多简单的学佛呀！嘿，挺好的。我拿兰花草以后啊，我就再也不往外面找了，我对号了呀。家里就有啊，你帮我看看家里有没有啊。啊，本来就有啊，我有佛的能力啊，完全能恢复自性的智慧德能啊，他才能做一切天人之师。各位要想做人天师啊，怎么做呢？就是恢复自性的智慧德能啊，释迦牟尼佛恢复了，所以说他就做人天师表。才有能力呢教导九法界众生啊，一切天人包括三界之外的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我们称这些人为第一一天啊，是天人中的最高最殊胜的。所以呢
此处的天人不仅是六道里的天道与人道的啊，这个范围很广大。此段是赞叹啊，赞佛也是赞叹一切众生自己的性德。各位要听懂了，这段话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唱的赞佛偈呀，是赞谁呀？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白毫婉转五须弥，甘露澄清是大海，光中化佛无数亿啊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啊。赞谁呢呀？赞佛也是赞自己的性德啊，一定要知道自他不二。为什么说我们能成佛呢？因为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跟诸佛是一样的。什么一样啊？自性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人家清净圆满了，就是没有这二障的烦恼了，就是没有执着跟妄想了。我们有，我们跟佛差别就在此地，我们有烦恼，人家没烦恼。各位听懂了没有啊？所以学佛是干什么？断烦恼。你有烦恼你就不自在，你说你带着烦恼心去做事，那事能做好不？各位做不好。那不是做佛的事要清净心，做一切事都要清净心呢。清净心就是智慧，把事才能做好啊。就你种地，你播种，你要烦恼，你看你能种好不？你心没在那个播种那个种地那个心种播种那个念上那个事儿上面，你不是跑浅了就是跑深了，因为你带气儿干的吗？跑深了种子就捂了出不来了，跑浅了风干了种子也出不来了。那你干什么事都得要用心，那学佛更是如此啊。用智慧，不要用烦恼。我们大家是用烦恼心做事儿，每天都在搞这些啊，贪嗔痴啊，这是烦恼啊。今得执佛啊，佛在经上说，常说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我们得人身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，得人身难，失人身义。昨天我看一个新闻呢，说我们这个国家呀，中国每年就有28万人死于自杀。你看这些人他不学佛，没闻到佛法，他自杀了。得人身呢如指甲上土，我们能得到人身就好比那个指甲上土，失去人身如大地土。得人身闻到佛法如指甲上土啊，得人身闻不到佛法如大地上土。所以我们有多幸运能闻到佛法，就今天我们一天来到寺院，那你也是大福报啊。你看那些人，那些没有福报的人，他自杀了啊，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修的人身，而他自杀了，你看多可怜呢。六道之中唯有人道啊最容易觉悟啊，所以人身可贵，既贵在容易觉悟啊，其他道的众生不容易觉悟啊。这是第一个难呐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人身，得到了。第二个是闻佛法难呐，那佛法难闻，今得执佛，这是遇到佛了。闻法难，这道难关也破了。佛法难闻，今已闻，这是多么难得呢？多么幸运呢？为什么说我们每天都礼佛呢，恭敬佛呢？
因为是稀有难逢我们遇到的。大家可能不在乎啊，时间长就不在乎遇到佛了。我们可能没坐过船，大家可能没坐过船，有的人没坐过，有的人坐过。那个船到行到大海里面，四周全都是大海，你一望无际呀，然后还是黑天，各位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的人生就如犹如大海啊，船航行在大海里面，一望无际，全都是大海水，还是黑暗的，看不到岸边。你要记住，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人生人如一叶舟啊，环境如茫茫大海。你不闻佛法，你不知道彼岸在哪里，怎样能够到岸上来？因为是黑的，天是黑的，没有灯。永远在痛苦的黑暗里面。为什么说学佛你要正信呢？你要皈依三宝，跟定老师呢？否则的话，你就错过了机会了，虽然闻到佛法了，而没有啊到彼岸，还在海里面，那多可惜呀！为什么说我们道场里面不搞名闻利养，不搞钱，不搞这些东西呢？为什么呢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就怕大家错会了啊，学佛还搞钱呢，还要这要那的呀，还攀缘搞化缘搞这些东西，不搞这些。因为佛法太尊贵了，我们一定要恭敬心啊，来学习。佛法中第一殊胜的法门就是净土，净土念佛法门，也幸运的闻到了，并且认真的修学，深信必能在一生当中成就。修学其他大乘法门，如果这一生中啊不能够把见思烦恼断尽，我们的修学就不能算成就。来世呢，还是要六道轮回呀。只不过修得好，到三善道享福了。福报强得多，人就迷惑了，就造业了。有很多人呢，都是这样的呀。多生多世啊，都是修行人呢。为什么今生看见佛像就哭了，看见出家人就想出家呢？那你前世或者多生多世都是修行人呢，也跟佛修行过了，但是选择的法门啊，可能不相应，因为没有断见识烦恼，修行变成福报了，没成就。那今生你来到这个世间了，你福报大啊，但是你看见佛像啊，你就生欢喜，就流泪要哭了，看见出家人呢就可羡慕了，就愿意亲近出家人。这就是你多生多世是修行的，但是你没成就。那见识烦恼没断啊，我们修学就不能成就。福报享完了呢，哎，所造的罪业恶报就现前了，又要堕到恶道里面去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三四愿呢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，第三是堕落。福享尽了就堕落了，多冤枉啊，就跟我们世间人一样，不会经营自己，挣来钱以后啊，挣来钱了月月光，
等不能挣钱的时候，完了，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不想后果，来钱就花光，来钱就花光，到后来老了就没钱花了，穷困潦倒。那修行人也是一样的呀，一定要想到今生努力精进的修行成就了，不再给来世留下轮回的恶报啊！修行一定要断掉这个轮回的因呢、啊，因不断就有果报啊，这真的呀。一会儿我们听听这个同学，哈、啊，他现在就有果报。为什么学这段话呢？我们学这部经呢，就是给他对号，你看有没有果报？不老老实实修行。在所有法门中，唯独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能教人一生成就啊，这个法门非常殊胜啊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的，没有一尊佛不修学的，这是佛法中最难闻的这个殊胜的法门。有的同修也许也不觉得，净中法门哪一个不晓得，一句阿弥陀佛个个都会念，谁不知道有阿弥陀佛？这个知道是眼睛知道，耳朵知道，嘴巴知道，但是心里糊涂，心里不知道。所以虽然会念，念得得不得力呢？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没有把念佛看成我们这一生修行中最重要的事儿。所以我看大家有的时候真着急呀、啊，着急也没用，他就那么大的福报，我看大家去着相去乱跑啊，啊，做的也不相应啊，上当受骗呢，我就哎呀，真的，你说吧，你也是破坏人家造业，你不说吧，他真上当受骗呢、啊。有很多人还学邪教去，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法门，那些妖魔鬼怪的法门，大家都学那个去了，你说他老是念佛了吗？不是学佛的人去学那个还可以，你学佛的人还学那些妖魔鬼怪的法门邪教歪道的，你说你到底这个事儿搞没搞明白呀、啊？你对你自己负没负责任呢？你不把这个法门啊，这个修行当成一生中最大的事儿，这就是当面错过了，跟佛当面错过了，念佛就做佛，你就错过去了。念佛就心做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呀。这个法门多直接呀，心念心就是啊，心就在做佛呀。这说的多直接多白啊。做佛什么叫做佛？没烦恼了就做佛吗？佛是没有烦恼的人，我们是有烦恼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说你看到那个放光的三头六臂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没有烦恼的那个就叫佛。达摩祖师来四县做九年，他没事儿没烦恼啊，人家做九年没烦恼就做佛呀。那我们呢，一会儿也坐不住啊，说你就不叫佛了，因为你有烦恼。有多啊，有多有少，不是计较多就是计较少，就这才争，没有烦恼，见思烦恼没断。弥勒菩萨说，复闻无量寿生，这是第三种难啊。这个闻呢，是真正觉悟，悟知唯独念佛往生法门，保证一生圆满成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老和尚常说，
知道名号的人很多，但持一句名号的真实功德知道的人不少，知道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要知道，在佛教里面修道的人有一个标准，是凡夫还是圣人，有标准的。什么标准呢？就是明心见性。你们要知道，世间人有一个标准，什么叫善人，什么叫恶人，有标准的。佛说的十善，修十善的人，十五戒的人，善人。你破五戒呢，不修十善的人，恶人。善恶有标准的，见性的人就是入圣流了，没见性的人通通都是六道的凡夫。你想一想，那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大家说是干什么呀？称性的。阿弥陀佛的名号是自性的本名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要知道是称我们一切众生，你也是，你的自性也叫阿弥陀佛，我的自性也叫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的自性也叫阿弥陀佛，这叫称性啊。称性就是皈依自性啊。这句名号的功德这么个不可思议啊，各位啊，你要知道啊。你佛法讲的三皈依就是皈依自性啊。怎么皈依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念称性，念念皈依。依是依靠，依靠什么呀？依靠自性啊。你看我手里拿东西，我手里拿东西，大家说这个盘子和这毛巾依靠什么呀？依靠我手吗？没有手它能拿起来吗？那你要你在六道轮回这法界里面依靠什么？佛教我们依靠自性，自性起作用能照法界，法界是自性起作用照的，觉得照四圣法界，迷得照六凡法界，四圣加六凡都是你自性起作用照的。佛教我们念佛恢复本来面目，超越这个法界，法界是心照的。自性里没有法界呢？就我手里没有盘着呢？没有。自性里没有法界，觉跟迷以后有法界的，我念佛就超越法界，你说这个功德是不是不可思议的？一句佛号就超越六道十法界的，不可思议的。但懂不懂呢？不懂，不懂你能不能成就啊？不懂就不老实呗，不老实念你能不能相应呢？能不能靠得住？你靠不住，依靠自性你靠不住，你靠哪去了？你靠外尘境界去了，靠五欲六尘去了，靠人去了。你靠人你还没靠正，但我们靠佛啊，靠法靠僧，你还没靠正，你靠妖魔鬼怪去了，完蛋了。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就是你没有依靠这句阿弥陀佛，这句阿弥陀佛就是自性的本名。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就是皈依自性。你看，皈依自性才是真正的功德。下莲居老居士讲啊，万亿人中一二之啊，就是一万个人，一个人当中，就万亿人中一二之啊，一两个人知道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多可怜呢、啊。所以拿老人家的话来对照一下，我们也就心平了，是不是？你也没什么急的，急什么呀？人家都跟你说出来了吗？万亿人中一二之啊，真正的知道的很少啊，所以大家迷惑颠倒，东跑西跑的很正常，不知道啊。这个知呢，就是知道名号的功德，
知道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的功德，知道的人太少了。这三大难呢，三大难呢，你不知道就是难，你不知道就是难。弥勒菩萨跟与会的大众啊，都突破了，人家都知道了，啊，没有难了，也没有难了，啊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，是无限的欢喜，啊，开是指啊，从前的心是闭塞的，现在是茅塞顿开了。什么样的心是闭塞的呢？有见识烦恼，有所知障，啊，现在呢，茅塞顿开了，啊，这多快乐呀！明是心地的污染，今天都洗刷干净了，心地真正的光明了。弥勒菩萨这几句话，代表当时与会的大众，啊，听释迦牟尼佛从开经一直讲至此处的心得。也是当时这些听经大众们的感受，啊，我们也应当反省，有没有，啊，这个感受，有没有这个受用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是弥勒菩萨谈他的心得，啊，听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净土念佛法门的心得，他心得开明了。那我们呢，也要跟他学。这经典呢，是佛跟菩萨们在示现，啊，在教导我们，我们要从中的体会得到，得到法喜法味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么下面我们就，请我们这个同学来对号一下。佛教啊的教育不是让我们上天上去，啊，说上天上去，天空中不是这样的，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来用佛法，来指导你的身口意的行为。六根时时刻刻接触六尘境界，这就叫日常生活当中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起心动念呢，根尘相接，你心无所住，你就叫觉；心有所住，你就叫迷；心有所住，你造了恶业了，你就要受报。这就是事实真相啊，真实的呀，真受报啊！啊，好了，这个同学叫李乃娟，啊，他家是哪儿的我也不知道，请他自己来汇报啊。阿弥陀佛，给这个。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慈悲加持，感恩尊敬的林长老师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这个癌症晚期患者、即将离开人世的罪人发露忏悔。首先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铁岭的，我叫李乃娟儿。今年41岁，11年前得了乳腺癌。我们家总共父母生了我们8个孩子，4个姐姐，3个哥哥，我是最小的。在我小的时候就爱生闷气，总是有话不爱说，有什么事就是生气。别人都夸我很懂事听话，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好人。其实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记得11岁那年，哥哥嫂子订婚，爹妈意见不统一，开始总是吵架。那段时间，
他们几乎天天吵架，有时候父亲还打过母亲，因为此事父亲一气之下离家三年。由于父亲走了，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，我就开始怨恨大嫂，特别的怨恨，有时想狠狠的打他一顿，恨意天天的增长。我想如果没有他，我家就不会这样的，见到他就很烦。15岁那年，我就不读书了。父亲让我们上地里干活，当时我们家父亲很，我们家的父亲今天和母亲今天也都在场。父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我们家的地收拾得很干净，其实豆子都挺高了，地里的小草父亲也要我们去拔，我就很生气。我们和姐姐们在地里面干活，我背地里面就很怨恨我的父亲，说父亲说大地主不孝父母，嗔恨父母，得了今天的果报。今天父母亲其实为了我们都很辛苦的劳累，我们却不知道感恩，没有感恩的心，一天天的恨父母。基本上对父母的话都是阴奉阳违，心中充满了叛逆。我们家后来以后开始考研，现在那时候沙叶很重，我们在地里面抓虫子，抓住就把虫子整死，还打逆虫，一个烟上就有成千上万的逆虫，打一次药就得杀死好几很多亿的逆虫。父亲的杀业也很重，杀了很多的蛤蟆，把蛤蟆油卖。昨天我说要忏悔，在梦里面梦到了好多的老鼠，父亲说他以前也杀过很多的老鼠，这都是我们家的杀业，造成了我现在的果报，还有嗔恨。再说我们家妈妈爱养猪、鸡、鸭、鹅给我们吃，老人家自己舍不得吃，为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造了那么多的杀业。我今天要想在这里向我的父母对不起他们，向他们忏悔，想给他们磕头可以吗？那张要向杀害的众生磕头忏悔。对不起你们，我在这里向我的父母忏悔，向我的所食所杀所伤所害的无始劫的众生忏悔。
带我的父母向我父母们杀害的众生忏悔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我结婚那年24岁，因为家里很穷，公婆都身体不好，特别是婆婆整年的吃药打针。那时候别人家的结婚都要很多的钱，要2-3万的彩礼，可是我只要了8000块钱，公婆都没有能力给钱，他们都是抬的钱。后来我就恨，我们后来把钱都给还上了，把那个利息都给还上了，我就恨公公婆婆和丈夫和他们赌气。结婚了以后10来年，只孩子，公公婆婆想孩子，我孩子3岁回去一趟，后来10来年以后都没有回去看公公婆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学了弟子规以后才知道孝敬公公婆婆，孝敬父母。回去回家以后，后来回家以后就给公公婆婆道歉，给公公婆婆买了很多的礼物衣服，让他们老人家高兴。磕头没有？啊，还没给公公婆婆磕头啊？给公公婆婆磕头了。嗯，给他们洗脚，因为个婆婆的身体不好。是不是你给气的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应当是吧。嗯，这好媳妇到家稀里哗啦吗？你咋就败家了？后来以后我到了他们家学佛以后，教婆婆念佛，婆婆的身体从头到脚都是病。现在她念佛，现在以前走路都走不了，现在已经能在屯里边走路了，能出去溜达了都。他已经，要不他的身体从10年前都已经活不了了，现在婆婆跟正常人一样了。是念佛的功德吗？是念佛的功德。还有他已经现在已经吃已经就是发心吃素了，不杀生了。以前他们家也是杀了很多的，造了很多的杀业。我在这里呢也向婆婆公公婆婆道歉，我错了，这个不孝的儿媳妇害了你们。给他们磕头吧。公公婆婆，儿媳不孝，儿媳是个大逆不道的人，10来年来根本没有把你们，没有想到你们。现在我向你们忏悔。佛，谢谢大家。
我现在已经得这个病已经11年了，我是在五院做的手术。在这之前，丈夫在这之前就学佛了，我还没有学。做手术时，丈夫带我到青云寺皈依一老师傅给我起的法号，上宝老和尚，上宝下河老师傅给我起的法号叫心宽，因为我的心太小了，容不下别人，所以师傅给我起了法号叫心宽。我在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就念观音菩萨圣号，4个小时我的出院了，我没有疼痛。打麻药吧，不疼。打麻药，可是以后一直没有疼。念观音菩萨。这麻药过了以后也不疼呗？也没有疼，一直都没有疼。因为心宽了吗？念佛。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不可思议的。完了，院长那时候叫我吃一些鸡鸭鱼肉啊，我那时候也刚刚的信佛，我就说什么也没有吃。我在医院待了22天，伤口长得都很好。后来化疗了2次，也没有掉头发，什么症状都没有。那时候念佛真的挺清净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就动了一个邪念头，动了坏念头了，以后再也念不进去了，听经也听不进去，觉得自己就变了，恶念纷飞。见到听经，见听老法师讲经，对老法师也有不恭敬，不敢听。有时候听林长，其实真的挺爱看林长讲课的，后来听林长讲课连念头的都可坏了，也不敢听。我以后来了，后来我来寺院来了，也不来上寺院以后我都不敢来，来了待不了就得回家。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痛苦，为了抑制这个抑恶，我开始一遍一遍的写《弟子规》，一遍一遍的写。后来我的这个胳膊不行，我就开始背经，可是背到一半也是坚持不下去，无论用了怎样的方法都不能根除我这个恶念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痛苦，快要急疯了，有时候真的想到了死，太恶了，简直是，因为我是世界上最大的恶人。后来我就一次一次的来寺院，来了以后我就在姐姐叫我寺院看包，我就在寺院看包，有时候都不敢上楼吃饭。我记得我来的那次4天不吃饭，3次都不敢上，没吃饭，不敢上楼，恶念太多了，不敢见人儿。我就
这个念头，后来我就一天，我就天天在那念佛，听老法师开示，听莲长菩萨开示，我就一点点的把恶念转过来多了。阿弥陀佛。我在这边看了看包看了四个多月，后来我又回家了。为什么回家了？家里有事儿啊？家里有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回去看看父母。我说回去就回来，回家就不想回来了。那个时候病严重吗？回家待了两个月就有点严重了。我们家的 在这的时候严不严重啊？在这时候不严重，我就天天念佛，天天晚上搁这嘎念佛，精进困了我就睡觉。回家以后严重了？回家以后待了两个月，因为佛友们认识的太多了，都上我们家去念佛，也不清净。完了我姐姐就带我上这儿又来了，带我上，这次来实在不行，完了就上网上聊了。你给大家看一看呗，你到底什么样了现在。来放下图片，看那图片。看没事，看大家看一看，往前面走，让大家看一看去。前面走看一看。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，用那个纱布包着呢，他一打开慢流血，我吓坏了。往这站在前面，没事大家看一看前面大家看一看。还吃不吃肉了？吃不吃肉了？各位还恨不恨父母了？还老不老实念佛了？你看了你就知道了，他在这挺好的，念佛没这么严重，回家了，回家两个月以后他姐说又严重了。这个环境不一样，清静吗？回家以后烦恼的眼屋就来了，病有严重的。好了，转前面给大家看，照给后背谁能看见呢？大家都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后面的同学都看不到，后面那边的同学都看不到。大家看一看那个病苦啊，病从哪来的呀？叫做不善业来的，杀生吃肉，不孝父母，不学佛，不念佛。去大家看一看，我想在这里向您老向您忏悔，我老对您向老法师忏悔，老法师和您忏悔，对你们老有坏念头着，对你们老有恶念什么的，我可以给您磕头吗？向那边磕头，向佛磕头，给老法师向佛磕头啊！恨老法师啊，怨恨老法师。阿弥陀佛。怨恨老法师的人可多了啊，知道不？怨恨老法师的人大有人在。向老法师忏悔。你毁谤啊，你怨恨老法师那三宝啊，那大德你可能结罪，怨恨我没啥事儿。有很多人呢对净空老和尚啊他有怨恨心
啊，真有人怨恨的，或者是说那些不好听的话。老法师是干什么的呀？是带佛来说法的。你想一想，佛说凡是有佛像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凡是出家人所在之处即为有佛。你毁谤了三宝，就是毁谤了佛，会得什么果报呢？就像你把你自己头割掉了一样，都断你自己的法身慧命。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，对三宝有分别，对佛法有分别。好，我只要我们学的是三藏十二部，都是佛说的经典就可以了。啊，就不要去对大德高僧啊、出家人呢有怨恨。你自己不足，跟人家没有关系，人家来好心救你，还怨恨人家，你怨恨佛呀，怨恨老和尚啊，怨恨他人呢，别人不受报，受报的是你自己，啊，这个要清楚。希望大家对三宝要升起大的恭敬心来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是她丈夫，我刚了解的。我那个刚开始信佛以后啊，我到那个寺院去拜忏去了。他说的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就把那佛像给撇了，再不就砸了。我说你撇了吧，撇了我回来看，我就不回来了，我出家了。完了，他可能也挺害怕的。我回来以后啊，看那佛像。我说没了没了，我一看他不可能撇，他那个琴桌供桌底下不开门吗，他送放底下供桌里开门里了，然后拿出来就供上了。他不就这不就毁谤三宝吗，对佛菩萨起嗔恨心了吗，这动了恶心了。阿弥陀佛，有很多人呢学佛，他不知道佛是什么意思，他才会对佛产生不恭敬。因为我们大家学佛没有把佛法用在生活当中去待人处事儿啊，用佛法用智慧，所以呢人家看你学佛古灵精怪的，人家就不学了，或者是诽谤你。我们一定要学佛要表现得正常啊，佛跟我们差别在哪里要知道，佛大慈大悲，我们自私自利。觉悟的人才能大慈大悲，迷惑的人就是自私自利。你把自私自利变成大慈大悲，你不就是佛了吗？那你用不用着相的供相呢？不用供相，非得供相不可吗？你不明白你供佛像是时时跟佛对照，我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跟佛对照，人家是大心的人，无形的人，我们有心。你要把那个道理讲明白，他能不让你供佛吗？你一天神叨的到处跑，把家里钱都花光了，你也不挣钱，你家里能让你这么干吗？人嫁给你的是要你养活人家的呀。现在你可能好跑了，还整一堆佛像扔家里面，吓人巴拉的。不学佛的人对佛像都害怕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说你媳妇做的事儿啊并没错，是你有问题。你要把学佛道理讲明白，佛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每天看老师，看老师，听老师的教诲，把自己行为改变啊。你要这么讲，他就不把佛像扔了，藏起来了，就是我们没做好，说你也得忏悔啊。这个同学学的特别好，真的，我都认识他很长时间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俩是一家的啊，我看过他以前，啊，他学的特别的老实的，一门深入啊，还真的很硬干的，真干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学一段经文啊。佛告弥勒，敬于佛者是为大善。弥勒菩萨将他的心得报告说出来之后，佛对他加以赞叹，赞叹里又有殷勤的教诲。
敬于佛者是为大善，这是佛告诉弥勒佛的。什么叫大善啊？世间的善呢，出世间的善呢，什么是最善呢？最真实呢？敬佛。各位要听懂了，大家敬不敬佛呀？大家说敬不敬佛呀？敬哪个佛呀？众说纷纭的就不一样了。我为什么选这段呢？让你听明白敬哪个佛啊？因为你说的不一样，你就是你不明白。那我们听佛要我们敬哪个佛？我们敬不敬佛呢？我们是表面形式上敬佛，实际上呢，没有把佛放在心上啊。如果真的把佛放在心上了，就差不多快成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是佛，佛是心啊。你看这多简单呢，这叫敬佛。可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释迦牟尼佛49年苦口婆心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？说穿了就两个字而已了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。能孝亲，能尊师，佛法就圆满了啊。孝敬成于中，自然行于外了。我们心里有一个妄念就不敬。佛教我们修清净心，心里还有妄念呢，就是不敬啊，不敬佛就是不孝。各位要听懂了，真正的孝敬是什么？怎么敬佛？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敬佛。各位说敬哪个佛呀？敬你自性佛。你看你生一个恨的念头，敬不敬佛了呀？生一个恨念头，你是不是佛了呀？你看我慈悲啊，假如你看我现在啊，慈悲慈眉善目的，看我这个人慈眉善目的，现在呢眼睛一瞪要杀人了，看是不是心造的呀？我要是慈眉善目的像佛菩萨一样的，大家说你恭不恭敬我呀？你当然恭敬我，看见人哎呀，这像慈眉善目的啊，你也会恭敬我。我恭敬我自己，就会被人家恭敬。那佛就是这样的吗？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就是心念佛，就是心做佛，这才是真正的敬佛。所以我们大家每天烧香磕头敬那个佛，对自己呢，是不是真正的恭敬了呢？自信了呢？没有。还造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、吸毒、吸烟，啊，不孝父母，这些事都做了，那哪是敬佛呀？整个把你这个佛就给染污了。你自信就是佛，你自己给他染污了。就说你脸很干净，你就往脸上抹泥巴，还抹大粪呢，往脸上抹，抹的是干嘛呀？谁也不敢理你，都离你远远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。害自己，说我们每天打妄想啊，心动个念头是烦恼的，就是不敬佛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，都是孝敬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不遵守佛的教训去做，就是大不敬。并不是天天磕头就是敬佛，不是这样的啊！要把佛放在心上，怎么放呢？念佛就是放在心上了，念佛心就做佛了啊！多简单呢啊！佛教我们养心养身啊，要清净，处事待人接物呢要慈悲，我们做没做到呢？做到多少呢？这样的反省自己，反问自己啊，从这里看才懂得啊，这两句话真正的意义，才知道敬于佛是真正的大善。敬于佛不是敬外面那个佛，是敬你这个自性的佛，你那里面恭敬自性了，
啊，就念佛了，外面你才能恭敬一切众生，孝敬一切众生啊。敬于佛的人对佛的每句话都有深刻的体会啊，会认真的做到。对于事理呢，真正的觉悟啊，才晓得真正要做到孝敬，凡夫很难呢。大乘经上所讲的法身大士、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他们的孝敬才是真实的。我们六道凡夫啊，这个孝敬啊，都是假的，不真。你看，老法师听老法师讲经，开示他佛法，救他，他对老法师生起恶念，在大悲谷寺住着，吃喝住都不要钱，免费的，啊，我还怨恨，还对我还产生什么，也不知道什么念头，恶念对我，啊，他说看着我就要踹我两脚，那丈夫说的，看着我就要踹我两脚，然后我还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是谁。你看我们哪有孝敬心呢？啊，佛法讲的冤亲平等，要听懂了，冤家跟你的亲人都平等的，众生平等的。你看我们有这个心，那叫孝敬心吗？那叫学佛吗？不是学佛的。所以凡夫做的孝敬啊，都是形式上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老实念佛，哎，慈悲众生，这才是孝敬的。六道凡夫能死心塌地的二六十中念念不忘这两句啊话，不忘这句佛号，这是孝敬。也就是说，平常所讲的老实念佛就是孝敬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八个字呢是老实念佛的注解。什么是老实呢？能做到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就是老实。一天到晚呢，心里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，绝没有一个妄念啊，这是敬于佛者啊，我们要知道你会敬佛呀，还打妄想呢，哪有敬意呀？敬佛决定是依教奉行啊，各位要听懂了，你敬你自信佛，不是敬外面那个佛去，你敬外面那个佛，你心不敬，你还照这些业啊，那么你也不能成佛成就。老法师常常劝勉同修，一个人在世间学业道业成败的关键在老师，能遇到一位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好老师，成功的机会就大。若遇不到一位真正的善知识，这一生要想成就就太难了。什么人是真正的善知识呢？自己心目中最仰慕的人，最尊敬的人，此人既是自己的真正善知识，因为你尊重他，你佩服他啊，他所讲的话呢，自己才能完全的接受，完全的照做，这就是成功的道理。若非心目中最仰慕的人，他的学问道德再高啊，即使是古佛再来呢，也渡不了。这就是佛门常讲的佛不渡无缘之人。所以诸位要想亲近一位善知识啊，不要只看善知识的名气啊，知名度很高啊，那个没有用处。不是自己心目中真正仰慕的人，我劝你不要亲近他，
因为得不到实意，而把精神光阴都浪费了，非常可惜。光阴一去不再来呀。所以说你学佛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于你跟着这个老师，你对他有没有恭敬心，有恭敬心你就能成就。再仔细地观察古圣先贤，每个有成就的人都有师承啊，都有老师的传承。六祖坛经上玄彻禅师讲，若无师智通，威音王佛以前可以，威音王佛以后，无师智通的尽是天魔外道。威音王以后没有师承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威音王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佛呢？是久远劫以前的古佛，年数数都数不清了。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大众，我们求学求道一定要有师承啊。哪个是最好的师承呢？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其中只有一个不变的标准，就是自己心目中仰慕的人，唯有他的话呢决定不打折扣，100%的照做，就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就是我们的好老师，跟他学呢就对了。事出世间法贵在一个字，敬字。有真诚的敬意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是大善。当然呢，弥勒菩萨与在座的这些大众啊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们对佛陀确实有敬意，确实听话，佛在此地也再次的开示。我们敬不敬佛呢？没做到，没有依照奉行，对自己都不真诚。真诚就是老是念佛，就是对自己恭敬啊，对自信佛恭敬相应吗？现在的人今天跟这个跑，明天跟那个跑，哪有师承啊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通通都是师承，像我们受教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啊，受教于老和尚的慈悲教化，我们依老和尚讲的佛法去修正自己行为，老是念佛，这就是师承。我们这个也不听，那个也不听，就没有师承了。对老师怀疑，今天跟他学，明天就不跟他学了。有人说老师不好啊，挑老师毛病了，你听了以后啊，马上动念头了啊，我跟着老师有问题的，就动念头了，对老师怀疑，甚至还要啊，大肆的诽谤。你没有恭敬心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时当念佛，具足圆满孝敬之人，佛授予他最圆满最真实的大法。如果不是一位具足圆满孝敬的人呢，劝他也没有用处，他不会听的。趁他老是念佛，他以为念佛是佛度没有知识的那些老人家，像我们这样有学问的人呢怎么也念这句佛号呢？他就不服气呀，就不能接受。所以说这个念佛法门呢啊，佛是授予那些具足圆满孝敬的人，他才能够相信听话呀。没有孝敬存心的人呢，他对这个法门他不会受用，因为他不能接受。所以佛对这些人呢不劝他念佛，他喜欢研究的佛教他学文史，天天用脑筋
不喜欢用脑筋的，我叫他参禅，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要想了。佛的方法啊很多啊，应机施教，具足圆满孝敬的佛才为他开示第一真实圆满的法门，就是劝念佛啊，各位要听懂，第一真实圆满的法门就是劝念佛。念佛这个法门就是如来所说的第一法啊，因为心念佛，心就作佛，这就第一。而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，这第一什么？第一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第一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第一啊。这部经呢是诸佛如来所说的第一经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还听我们这个盘锦的同学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，他是一位从事养殖业的菩萨啊，不叫菩萨，叫人啊。因为菩萨没有杀生害命的，知道不？他是从事养殖业的，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哭了。这中午过斋，我出去的时候在那块儿，过斋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啊，等出去的时候我接他电话了，哭了，哭得老悲伤了。我问他什么事儿啊？他说他现在特别难呢，有100多万的贷款，每个月的利息就5-6千块，然后啊还不上了，因为养鱼呢，那个鱼能有20万斤。这20万斤鱼要卖了呢，把外债赌一赌。他说我不想再干了，但是现在这鱼怎么办呢？你要是卖鱼去还债，这鱼不又被杀了吗？他现在学佛稍微明白点了，他在这煎熬呢，是把鱼卖了呢，还是放生呢？要放生呢没钱呢，外债赌不上啊，卖了呢就杀生，20万斤鱼得多少鱼啊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。那天求我说你能不能放，谁也是放，搁哪儿买都是放，能不能把我放了啊，能不能把我家的鱼放了？我问他多少斤鱼，20万斤。我说那我可放不了，我把我卖了也不够那些钱呢啊。我想呢那个，我说那就等机会吧。他说这个鱼得8-9月份以后才能卖呢。他跟我说我能不能去忏悔一下啊？然后刚才他跟我说的，有一个师父告诉他你不能忏悔，现在忏悔那鱼你放生一半还卖一半呢，那你哪叫忏悔啊，这不能忏。我刚才说呢，你要不忏你的罪能消吗？忏悔就是我错了要改啊。我说可以忏悔，如果你真忏悔，这鱼还行，都被我们放生了呢，是不是？你的真诚恭敬心不够，你还留一半，你看你这什么心呢你？刚才说那行，那我就上去吧。他最担心的是那个钱能不能还上，那个鱼的生命怎么办，能不能被得救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是的。嗯，那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吧，你在养着鱼，养这么多年的，挣多少钱呢？遭多少罪呀？富成什么样的呀？好，他是初学的，懂得少，大家别挑他啊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林院长和各位佛友，你们好。嗯。我很自私，占用你们一点的宝贵时间，来让我忏悔我的业障，因为我以前真的不懂。也不懂佛法，我一直在做养殖生意，就因为养殖生意很赚钱，但是我自从养殖到现在我没赚到钱，我一年拍一年，总是想把本钱捞回来，一年一年走下去，一直走到现在。但是从今年春天的时候开始我赔钱了。你干几年了？06年才干的。06年？9年了。9年了。嗯，这9年挣多少钱呢？我没有赚到钱，
这九年养多少鱼啊？计算不出来。无量呗。好多好多。那好多好多，那怎么能不挣钱呢？养大了就卖了挣钱，怎么能不挣钱呢？真的不赚钱。嗯？不赚钱。为什么不赚钱？经营有问题，还是鱼长得小啊？鱼长得也够大，贵的也好，但是总是价钱不好，总是出现差错。人家能卖鱼能赚到钱，我卖鱼赚不到钱。嗯。所以说，从今年春天节开始，我就是认识到了一个师傅，他指点我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你不要再妄想了，你不要再相信大仙儿了，总去找大仙儿看，今天好，明天好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”啊，你以前信大仙儿啊？后来师傅指点我说：“你要想好，你就走入佛门。”我老公说：“要想让我们好，我们走入佛门，那我们就走入佛门。”他说：“你俩现在在家发愿忏悔吧，一切都会走过来的。”我就听了师傅发愿忏悔，每天。师傅又说：“只要你诚心发愿忏悔，我指点一条你路，你去找师傅放生，帮你把这个愿了了，帮你把。”外在稍微缓上一些，立马放下。我说好。我说老公每天都在家念佛忏悔，每天都是这样做的。实际杀生真的很不好，因为这些年没挣到钱，再也让我们俩心里受到煎熬。虽然说身体上没有疾病，但是心里那种煎熬难以形容。在你赔钱的时候，没有人帮助你，会耻笑你。在我俩最无奈的时候，是他的几个佛友去我家看了我们。这时我才知道，杀生真的不好，走入佛门才是最好的解脱。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寺院，我也是刚走入佛门，我也是说有很大的勇气才来到这里的。头一段时间我在想，如果去了那里，我的朋友，我老公的朋友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办呢？怎么面对现实呢？后来我跟老公说，我老公，咱俩也就这样了，面对现实过，不怕，别不说人家也会知道的，我们为啥不说出去呢？忏悔业障呢？所以我今天就来到了这里，忏悔我的业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了，女菩萨，我这一年又用他们的生命去换你我的财产，我真的没有认识到，只要过上了人的生活，盼呐盼呐，但是没想到。我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步，为难很多很多，不敢跟孩子去说，不敢跟老人去说，只有我两个人去默默地承担这一切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该说了，我真的说了，我不怕了，我真的不怕了。所以说我告诉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像我一样在做养殖生意了，真的。大家能听清吗？不要再做了。他告诉大家不要再从事养殖的生意了啊，后果是非常痛苦的。真的可怕呀。嗯。你麦克风对嘴，你让大家听不懂，大家听不清。真的可怕。没有我老公在接后人支持我，我也不敢来到这里。我老公说：“别看我以前是在社会上交了很多很多朋友，但是我不怕，你去吧，忏悔吧，忏悔咱俩的业障吧。”我老公什么都去做，以前玩儿去赌，但是他现在说。老婆，你去忏悔吧，
警察里长吗？如果里长帮助了咱俩，我一定可以跟你走入佛门的。我也去那本寺忏悔。实际上我今天早上我还在动摇，我想里长能不能帮助我这个忙，但是我鼓足了勇气来到了这里，真的没想到林长他应下了我的愿，把我把这个愿了了，所以说嗯，好，你别哭着说，大家听不清，所以说一说走入佛门真的是很好。你现在来说这一种解脱，嗯，你现在你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你有多少外债啊？好多好多的。多少啊？好多好多。一个数。一个数，一百呗。一百万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印到两张，知道这是过报，我真的印那儿了，知错了。所以说我，那你这个鱼能出多少钱呢？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不知道，看市场的行情，看市场行情呗。因为我死不死的，我说要不然你放掉吧。我跟他说我家的情况，师傅说那只能去找了赵元了，帮助你把那个愿了了，终于不做了。我说可以。所以我第一次来到了这里，嗯，真的。那个一百万每个月有利息多少钱啊？不都是说在利行银行的利息有一半，六千块钱的利息钱。一个月六千呢？我账我也认了，我承认了我的错。那你这些鱼，你这些鱼能还上这个账吗？一百多万。还不上，还不上，我也不做了。我能还多少是多少，啊、我认了、嗯。我真的认账了。我俩出力，想法做别的，我也俩去还那个账，不做了，真的不做了。阿弥陀佛。嗯。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苦呢？就是因为贪欲。为什么念佛呢？就把这贪欲给它放下。啊。有的人说：“那我在世间怎么生活啊？”大家说像他这种生活好不好啊？你要选择你的生活，自制净生活。怎样来自制净生活呢？就要修善啊，要造善业，不要造恶业，要造净业，不要造染业啊。这无量寿经有一段话说啊，你看，佛告弥勒菩萨，净于佛者是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截断狐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。就这一段话特别重要。你看这个经里面的话呀，我们不是说这部经都学明白，都学了我就明白了，这一段话我们读懂了就明白了。你看，时当念佛，截断狐疑。什么叫狐疑呀？狐疑就是我们的啊疑惑心，就像那狐狸啊，狐狸是最狡猾的，最聪明的狡猾的，它就是世间讲的就是精，可聪明了，可精的这个人。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多疑的这个心呢，怀疑的这个心呢，给它放下，对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要深信不疑。只有念佛才能够拔除我们的爱欲，断掉我们的生死轮回。如果我们不修行念佛，这个爱欲拔不出去，轮回不能停止。你看这两个同学啊，他给我们做样子看的，佛法就是这么现实的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切唯心造，啊，他是怨恨父母，又诽谤三宝，啊，丈夫学佛他也恨，
所以说他这个病哪来的？一个是杀生吃肉啊，怨恨啊，从这儿来的。学佛就是让我们把这些看破放下，然后得的是健康长寿、幸福美满、究竟解脱呀。学佛不是让我们迷惑颠倒啊，要听明白呀。如果他们夫妻之间，你看，如果李乃娟跟她丈夫一起学佛，啊，能有病吗？真学佛不会有病的。为什么？诸恶不作，哪有病啊？杀生害命、恨父母，那不都是恶吗？那个同学他要不养鱼发大财的话，贪心他能有100万外债吗？说咱们夫妻两个啊，打工挣钱也能维持生活啊，现在呢100万外债，每个月还6000元的利息，这些鱼都卖了也卖不了100万呢，那不还有外债吗？就有20万也要你命啊，干什么挣20万去？打工得干多少年挣20万的？不容易。所以说贪心不但没有得到圆满，还把自己坠下去了。所以说要知道，贪心一升起来就坠到三恶道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们要念佛，念佛念自性，自性本来清净，就没有三恶道了，没有六道轮回苦了。啊，最起码的你也要做到念善。各位，这两个同学给咱们做好样子了。大家知道这学佛是迷信不？要记住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羡来迟与来早。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五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念佛就做佛，别到外面去求去。来参加法会，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法会是破迷开悟的法会。如果搞钱的法会，搞钱的法会我们可以不参加，听懂没有啊？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一个提醒。搞钱的法会不但不能开智慧，然后你也跟着去路那里面搞钱去了，你自己搞钱都搞成这样了，你还帮助人搞钱，能给人搞成啥样？听懂没？不把人也害了吗？一定要按照佛所说的去做啊！时当念佛，截断狐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然后才能够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。不然的话，你不可能那么的大自在。你心有挂碍，你看那外债啊，欠钱呢。因为我们同学有发心的，我那天跟他们讲了，有同学说呢，啊，现在他就找地方呢，从他那买了，我们得救他了，不能把鱼害了呀，你把鱼放哪儿啊？找地方的呀，得找一个不能被人抓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行动呢，找地方呢，啊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啊，众生安乐的地方，但是这个世间没有众生安乐的地方，不好找啊。从这儿放了到那儿被人抓了啊，也很麻烦的。所以那个同学，你听着，我们同学已经在找地方了啊。找到地方以后呢，就啊，不单放鱼，也把你一起放了。好了，那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啊，非常感恩啊十方诸佛三宝的加持，啊，也感恩各位法师，感恩各位同学啊，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大悲古寺共同的交流学习。莫学嘴比较直啊，但是心不一定正，听到没有？嘴挺直的啊，说话呢，哎，我就有就说，应该说的我就说啊，因为我们是交流学习破迷开悟的法会。他说你怎么那么敢说呢？我说我也不敢说，你也不敢说，大家谁也不敢说，那能够叫说破和了吗？
娑婆诃就是大菩萨，要做大菩萨，做佛啊。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说啊，你想后果会怎么样啊？啊，就像窗户纸似的，也不捅漏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实相了啊。一定要把真相大白了。做佛就是做一个圆满觉悟的人啊，清清静静自在的人啊。怎么做呢？就是断恶修善，老实念佛就做佛了，不假方便，不用其他方法就可以了。你说这直截了当的就成佛了，多好啊！成佛就是觉悟了，觉悟就是自在啊。你看我自在还是他俩自在啊？各位说谁自在啊？他俩自在还是我自在？你们知道不？我自在呗。我为什么自在？没照那个业吗？他是养殖业，他是恨怨恼怒烦的业，杀生吃肉的业啊。他爸爸种烟，他抓虫子杀虫子那业，那没照那业，我当然自在。照业了，那痛苦吗？说佛说了，诸恶莫作，这恶业别作，众善奉行，善得福吗？啊，致敬其意得乐吗？他俩的痛苦我感受不到，因为我没做，我能感受到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感受不到，谁能感受到啊？他自己。所以说没有能代替了，他丈夫你咋不代替他受罪呢？他代替不了，和个人的业个人了，个人的罪个人消，个人是佛得个人念，不会念佛就教你，你要接受啊。阿弥陀佛。Oh,